月十六日，伊能静儿子一年二十一岁生日，晒出女装照为自己庆生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哈利身穿白色吊带长裙，脚踩高跟鞋，一头卷发披肩，一只手扶着杆子，做出摆拍的姿势。能够看到，哈利当天并没有浓妆艳抹，只是化了一些淡妆，整个人低调了许多。哈利的身材高挑，手臂纤细，这样的身材连女人都自愧不如。不过他手臂上的纹身十分显眼，可见哈利是一个非常叛逆的男生。哈利透露，这条裙子是他的生日裙，也有可能是闺蜜送给他的，特意穿出来拍照。一直以来，哈利都非常热爱女装，之前也穿过白色的裙子，胸前露出蜘蛛纹身图案，着装十分大胆。虽说争议很大，但哈利依旧坚持做自己，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看法。对于哈利穿女装的行为，妈妈伊能静曾多次出面力挺，认为儿子的多面性只会对他的创作有益，没有规定男生一定要穿什么衣服。哈利或许只是单纯热爱女装，最后也祝他生日快乐吧。